有人说他是老家欠了一堆钱需要避避风头，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，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，有人为了梦想为了山才会养家。Blackpink in your area. Blackpink in your area. 想过你为什么来给我教我教我教我要写我多一点，看到吗？